各位朋友，大家新年好。我今天在这里向世界各地推广和学习原始点的家人们致以新年的祝福。2017年是原始点推广多年以来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大陆成立了山西张昭汉原始点科技有限公司，开通了张昭汉原始点健康资讯网、官网和微信公众平台、美国基金会、马来西亚推广中心等相继开通官网，世界各地的公益点陆续在当地成立基金会。这在原始点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原始点理论的研发2017年又有重大突破，年底原始点健康手册又出版发行了第四版。尤其可贵的是，原始点健康手册英文版正式出版发行。这次来山东又重新拍摄了原始点手法视频，将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完美的手法版本。在新的一年里，原始点理论将会继续完善，世界各地公益点的上网推荐工作会继续进行，重点要加强原始点骨干志工手法和实际操作的人力培训，从而能更好为患者服务。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学好原始点，健康千万家。谢谢。